我就是庾澄庆啊！你们不要摸我！前一阵子看到那个幼儿园的老师带着小朋友在跳猴喜翻，有没有？经过我明察暗访，发现就是这个。双联幼儿园，今天我特地来看看这群小朋友。哇，这个校园太大了吧！我也要来念，走。嗨，你是怪叔叔啊，他们知道。陈老师，听说他们会跳猴喜翻，对不对？哇，会跳吗？前面是我们自己编的，对不对？哦。哇，戴老师哇，我觉得我很会跳。转圈圈吗？再重复一次。好，转回来。好，一起唱。啊！告诉我们好喜欢。呼呼呼！哦，就喜欢这样子玩。哦，告诉我们好喜欢。呼呼呼！好喜欢。好，小朋友。你刚刚有人说谁会猴子叫？好，等一下一个一个来哈，我们来，你叫给我听。哦，啊，姑姑啊啊！哎，女生你叫一个给我听。啊啊！你呢？意意呀！我跟你们讲哦，基本上对哦是呜呜啊啊，可是你有听过猴子这样呜呜啊啊吗？猴子是不是很活泼？它的声音是不是比较高？这样。我叫一声，你们就跟着我叫一声。呼呼啊啊！呼呼啊啊！呼呼啊啊！呼！来，开始。哇！你会了吗？好，来，你站起来一个啊，来。好漂亮啊，这个头发，来你表演开始。你上。你刚刚是老鼠还是猴子啊？猴子啊。啊，你属兔啊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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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把你全家的生肖都告诉我了？你怎么不能看？你妈水瓶座，是面对我吗？一二三四，哦，大厨房好喜欢，哦，就喜欢这样子玩。好喜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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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老师，老师太可怜了，你们都不会累啊？我累到都不敢过去了。